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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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然后刚才去了那个天安门广场那边，然后也是很多景点都关闭了，然后刚从那个国子监那边，然后也关闭了。担忧还是有的，不过我感觉就是相信国家或者政府这方面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个对于传染病就是要有采取这种措施，我觉得中央呢那个对这个措施采取的还是很及时。其实那个要说一般的流感，每年的这个病例也不少，但是今年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一些。我觉得这个中国人那个心还是很齐，很听那个党中央的话，也是为了咱们国家更好。本来计划是去回媳妇老家的，但是因为我是北京人，所以本来今天下午的火车，但是还是取消了。但是其实也因为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很久没有在北京过年了，也挺高兴的啊。其实爆发期可能还没有来，因为是在等待春节以后的那个各路那个豪杰都返回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个高潮的期。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北京可能会比现在更严格的，就是进行一些公共场合的封锁啊之类的。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，目前而且关注这么多人得了病，但是其实死亡率还是很低的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。你搁这块对吧？好了。这上面成老上一个就走了。那不已经太近了。